这厂里的手续啊，实在是多。你看，都这会儿了，这工伤证明还没给我送来呢。不过你别急啊，等一会儿在外面等一下。你爸走了快一年了吧？嗯。你妈现在也不能上班。那个，来，这是厂里的一点心意。 主任，我不能收。哎，你看你这孩子，拿上。以后啊，用钱的地方多，遇到困难就给你谢叔叔我打电话。谢谢主任。小波，你闲着有个蟑螂。 瞧你那傻了吧唧的样子！妈，饿不饿？小波，一会儿你爸就下班了，咱俩等他一块回家吧。爸先走了，咱一会儿自己走，好不好？就你爱出，要不是我爹逼我，我才不来。 你去那儿做啥？这单位房还住着呢，听说了吗？这娘俩也不容易，租都连出来吧，这么好一个人，说没就没了，可惜了。哎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谁容易啊？下班了。现在孩子现在变妖了，他们混在一起，这还不是？你以后啊，没事拿出来。大姐，你踩着狗屎呢！神经病！这是老徐的儿子。 吃药，把药吃了好不好？爷，您就把药吃了吧。您要不吃，小波晚上该睡不着觉了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 这就对了嘛，爷。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们娘俩，您就抱我名字，妖怪乌贼，乌贼，哎，您记住了，乌贼，绝对好使。乌贼，李小姐，好乌贼。谢谢。都是大男人，你烦不烦？哎，你赶紧的，你催催他，什么磨叽？ 我还着急回去看店呢。我妈的情况厂里都清楚，还得麻烦您再给算一下。我这都算了好几遍了，就是这个数，没问题啊。你再回去看看吧，OK。 可是上个月的报销比例还不是这样呢，是不是哪搞错了呀？上个月是上个月，这个月就只有这么多。我们快下班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小波，谢主任。以前呢，咱们老厂长念旧情，为了给你妈报销这个药。 特意一直给你留了一个顶替工的名额，这样一来，你妈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在咱们厂走医疗报销。但是现在新领导来了，知道你上了高中，像你妈这样家属的医疗费啊。领导的意思是，我妈的医疗费以后不能在厂里报销了。小波啊，其实还有一条路。 你现在就把这个顶替工名额给他用了。你也知道，你自己现在家里的条件，现在读大学是要自费的。你要想想你的学费，就算你毕业了，也要找工作，哪有咱们厂的福利待遇好啊？凭你的能力，以后你也肯定是个领导。
叔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，但是我还是想考大学。我妈的事情就按领导的意思办，我想等高考完之后带她去省城看看，说不定有办法呢。谢谢叔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您先忙。最后那道题 A 的浓度你算出来了吗？我听说啊，全校就几个人做出来了，我就没做出来，考了个130。徐小波肯定做出来了，上次的化学单科第一，你问他。做出来了，就是没做对。你也没做对啊？那咱们班那个140是谁啊？哎，行啊，你崔阳，化学考了149，你要起飞呀、啊？别闹。你卷借我看一下，帮我发一下。哦，学习。我天哪，149，他做出来了。这我妈说了，高三就这样，是骡子是马，一下子就显出来了。崔阳这平时20多名上下的，这不也起来了？所以啊，真金不怕火炼。嗯，是啊。陈静，来这么早？你不是比我更早？锻炼身体。我有事情想问你。你说。我期中考试成绩不好，就数学看得过去，其他文科都不太行，尤其是英语。所以我想问问你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提高成绩的？你英语不好，你回去看看别人的卷子，再看看自己的卷子，分析一下，看看失分比重最大的地方在哪。要解决问题，先诊断问题。这些我都分析过了，我是词汇量不行。我4岁的时候，我爸就在教我唱英文歌。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词汇量已经1000多了。你初中才开始接触英语，之前又没好好学过，所以我认为那种语言在于积累的学习方法完全不适用于你。你必须自己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。对于英语，现阶段你首先要把词汇量赶上来，就如同学习语文要先学会认字一样，这和聪不聪明笨不笨没有一点关系，完全都是靠苦功。你的意思是说背诵？对，其他文科也都是一样的道理，只要你把课本都背过了，高一的考试就难不到你。把课本都背下来，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行？谁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啊？你还记得一目十行吗？就好像人的耳朵可以同时听到4、5个人的说话声，并且能够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。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，可以同时看几行，并且能够记住几行的内容。一个人的脑容量非常非常惊人，一个人脑不亚于一个宇宙。
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实体存在的无穷，第一是人们，第二才是宇宙。只要你相信并且坚持。你这么聪明，用心锻炼他，他就能够做到。你还跑吗？走。这学校每天都有很多人在下决心要好好学习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。下决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坚持却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我会坚持。希望一年后，你还能有今天的决心。开始答题。考试现在开始。你说我自己考试都没这么紧张过啊？哎，不是，你说两句呗，你不说我心里闷得慌。行，你哑着吧啊。哎，你啥情况啊？你不也刚期末考试完吗？我还不知道呢，我们老师都被调去监考，估计得高考之后。我要是没考好，我妈这次可能真要把我送去工厂。我去送手套，你看着姨，别忘了给她吃药，两片三点。哎，你给我带饭回来啊！
那怎么了？我就睡了一会儿，一醒来人就不见了。那不还得去找？你坐着干嘛？我找过了，我找不到啊！我去报警，人家说不到24小时。你们怎么了？我妈呢？不见多久了。阿姨，您有看到这个人吗？这个人您看到了，戴了个袖套，应该。哦，这个人您看到了，这个人您见到了，这个人您看到了，哦，您看到这个人您见到了。叔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粉色碎花上衣的阿姨？大概50多岁，然后这么高。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没有是吗？你好，您看一下这个人，您见过吗？你好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戴了个袖套，应该。找到了吗？我妈吃药了吗？肯定吃了呀。不是我。
老师，交卷。找着了，毛线店找着的。哎，别急别急，没事没事。啊，人啊，是从毛线店找着的。啊，去的时候呢，你妈非得让人卖她毛线，说是要给你织手套啊，怕你上学冻着。啊，你等你完了啊。哎，这是他儿子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对于你母亲的情况啊，我建议出门的时候带张字条，上面写着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，最好是居家照顾。你们这些做晚辈的一定要懂事，要孝顺，啊。行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行，辛苦辛苦，那我送送。啊，下去。琪琪，哎，我完了。这几天只想起我爸。像他进车间的样子，一副懵懵的样子，都没带我去澡堂的样子。他撑着的是一个家，但我却是撑了我自己。觉得我很自私吗？你妈的身体情况从来都不允许我离开。我爸走了那年我都知道，但我一直想走。在潜意识里就是想逃跑的，留在这儿，进工厂，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
为什么念大学？念大学有什么意义？让你歇着吧，我来。不行，我再去跟他说说，我赔礼道歉，我让他再打我一顿。有用吗？就是有一套啊，你爸服服帖帖的。哎，你跟我们说说，你妈是怎么勾引你小爸爸的？就是，是不是因为给他买了块别墅？3000块呢？3000块。哎呀，咋不说话了？你别不好意思呀。反正你们家那么有钱，不如给我们也花花，啊，行不行，兰姐？我们会给你保密的。行不行呀，兰姐？嗯。萱萱自己赚钱，干嘛？要饭。哎呦，你话还挺多啊，嘴还挺硬啊。你怎么？干什么呢？走开！你有病呀，多管什么闲事？大白天欺负人啊！赶紧走！再不走，我喊人了。管我的闲事干嘛？看你倒霉，我高兴不行啊！留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那几个是我现在的同学，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叫靓女方，领头那个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王祖贤，你说傻不傻？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，你知道吧？我妈再婚了。他跟我爸的感情早就破裂了，我妈离婚以后和一个刚分配过来的大学生好上了，人又比咱大9岁。
我妈把跟我爸离婚的钱全给他花了，文工团传开了，人也不在乎，干脆辞了职，天天待在一块儿。你不评价一下？跟我没关系。你果然不一样。罗琪琪，继续念书吧，别去工厂了。我现在呢，是一个星期上课三天，去工厂里面实习三天。我现在可喜欢读书了，我觉得读书特别有意思。也不是有意思吧，我就是希望可以离进厂的日子慢一点。一旦进厂了，就真的一眼望到头了。真的，这都是过来人的肺腑之言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不留下来？就是因为你妈？不全是，我太累了，读不动了。也不全是读书本身的压力，而是方方面面。我现在发现，所有的事儿都是定好了的，由不得我选。你生在什么家庭，遇上什么人，摊上什么事儿，难题一个一个的抛过来，光是应付这些，我都已经够费劲儿了。汉南太小了，我想给自己选一个新的环境。离一些事儿远一点，你能理解吗？那你甘心吗？不甘心。你知道吗？我走的那天，咱老师拉着我聊了好多，畅通无阻。你说我以前还老跟他顶嘴，笑话他。没想到，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关心我还读不读书的人，居然是他。开始工作那几年啊，我一直也比较困惑。高一高二这么好的时光，你们不好好学。到了高三呢，又后悔。老师再怎么劝，都不听。啊，走走走。你们生在了好时代啊，现在到处都是机会。进工厂，去打工。社会也能锻炼人，只要你好好干啊，一样能过上好日子。大学呢，未必比他们挣得多，过得好。可是那些早早步入社会的学生，无一例外，都在后悔当年没有多学习文化知识。大学永远是他们的遗憾。知道为什么？来，坐。因为他们的路太窄，当你知道的越多，你看的世界就会越大，你能走的路也就越宽。林兰，老师这么劝你，就是不想看到你自己把自己的人生给耽误了。
人生的路还要走很远。老师希望你们每一个同学脚底下都不要停，即使上不了大学，也要往远了看，往高了看。你好好想想吧。老师说的对，人应该往远了看，往高了看。罗七七，你不是我，你还有机会。我这辈子是读不了大学了，但你不一样，你比我聪明，比我勇敢。你的路，你想好了再走。同学，哦，你是光和吧？我是罗琪琪，我们以前是小学同学。我知道，你有事儿？你是在帮老师判卷吗？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我期末考试的成绩？我过来找老师就是想问成绩的。老师正好吃饭午休了，期末成绩具体也还没出全，卷子还没分完呢。可是我……你别着急，我去帮你找一下。哦，你是四班的，对，嗯。这个反正迟早要给咱们看，我提前给你看看，应该也不算违反纪律。你看看成绩是不是在上面了？罗琪琪同学，你一直是个让所有老师头疼的学生。你的个性屡次让老师们感到教育的挫败，但同时你身上具备着其他学生所不具备的能量。我相信这种能量可以推动你走到很远的地方，但前提是你要学会自己掌舵。哥，你干嘛？我不卖。琪琪，你也不用特意劝我。我想过了，其实进工厂也没那么差，至少能有一份收入，还能照顾我妈的身。哥，我要考大学。前两天我妈又说进工厂的事儿了，我差一点就答应了。但是我心里老有一个小人在拉扯着我。他说你不能这样，
这样就输了。后来我又遇见一个老同学，他变了很多，我就更觉得人就像一块橡皮泥，他是可以被环境和身边的人所塑造的。什么我不是这块料，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，我不信这些。我不是不想进工厂，我是想要考大学，所以你也不能够放弃。你知道一个人想要找到自己想走的路有多不容易吗？你知道我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找到这些的吗？但是你早就找到了，你早就找到了。我知道的，我知道你想考大学不是因为你爸，而是因为你自己就想，对不对？你看电视上说香港要回归的时候你会激动，报纸上说北京的火车要提速你会高兴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看球赛的时候，我们说好了以后要一起去球场看比赛的？徐小波，我要往前走了，你不可以停下来，你不能够输给我，对不对？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大道理？我想到的，我看到的，我选择的。就这么定了吧，我们以后就去北京，一起去北京。北京是首都，有天安门，有颐和园，那肯定有很多很多人，有跟你一样的人，有跟我一样的人。你难道就不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，不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？不想看看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吗？你想吗？对吧？好，一起考去北京。别扭呢，行了啊，成都那学校不赖，你爸还特意去看了一趟呢。他是你爸，还能害你呀？你爸在外面忙里忙外的，为你着想，为咱们这一大家子人着想，你倒好，啊，连个电话都不给你爸打。等到了那边啊，再看看还缺啥，我直接给你买完了，收拾利索了再回来。要是想家里了，就打个电话，开个车就过去了，也不远。我知道你心里不是真乐意去，但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啊，你想想，你那些同学，谁不羡慕你啊？好吃好用的供着，要啥有啥。我爱的是看太阳。谁有你这个条件啊？和蔚蓝色的原野，和黎明的群山。我爸还说了，那边老师啊都好得很，都是名师。哎，你可不敢再贪玩了啊，好好的把成绩搞上去，听见没有？
钱好就能好，那不都跟他一样厉害了？啊？你说啥？只要是能考上大学了，当然是好事儿。实在努力了也没考上的话，你爸也说了，他在想办法。啊？啊，好了，啊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咋也得有个文凭不是吗？你将来接你爸的班儿去跑工程，苦是苦了点儿，这不还赚钱吗？我，嗯，你跟我爸上学那会儿，抬头看过星星吗？切，大白天的看什么星星呀？大白天有星星，就是你们看不见。这孩子净说些胡话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我爸说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去寄宿学校，我也不去接他的班儿，我不同意。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为了看大海和百花盛开的峡谷。我与世界面对面签订了合约。我是世界的真主，我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冰川，我创造了自己的理想。半夜做了一场梦，梦到两只风筝从烟囱升起，梦到小说家掉进繁华路里，可惜的太多，只记得当时我们是。1995年的夏天，我16岁。我最好的哥哥徐小波高考失利，
要关认真点。但是他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。我最大的敌人林兰离开了学校，我相信他也会很快振作起来。重逢儿时的好友，干杯。葛小飞，我们一见面就仿佛回到了从前，分享着彼此天地都不能知的秘密。这个夏天，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目标。我想上大学，而不仅仅是为了离开这里。